是因为我们是在冬天认识的。来，吃吧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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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可以。哇，吃还得看莫老师。那太香。你要是要觉得辣，加点醋，这个解辣。我刚刚听你说辣，给你加点吧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嗯，够了，够了。够了。谢谢。啊，我也辣死了，好辣！你帮我也倒点儿呗。我给你倒一杯，要不要？老男人，态度那么差，难怪被甩啊！说什么呢？我那叫和平分手。男人不说前任坏话，这是一个男人的基本涵养，懂吗？哦，哎呀，哎呦，挺会说。你单身啊？啊，单身。我看网上说你有女朋友的。那都是他们瞎编乱造，然后传出去的。谁们？你说清楚。我真的有看见过那帖子，不是那个叫珊珊的吗？啊，挽着你胳膊一块拍照，笑得可甜了。我知道他男生好。谁在那乱说这不能胡说，知道吗？哎，你还急眼呢。我们绝美老师人可好了，真的。哎，珊珊，你身边有没有合适的撮合撮合呗？嗯，我身边啊，怎么瞧不上啊？啊，嗯，没有，我暂时不想找男朋友。哦，我听出来了，你也单身啊？那你为什么不想找男朋友？哎，你干什么？我还没吃完呢，你。这浓加汤，我给你加点，省得你花得多口渴。哎，久等久等，大家久等了。拍着拍着拍着，哎，这排队人还挺多的，来。哎，这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咱们一会儿穿过这儿呢，就是咱们一会儿要坐渡江游轮的码头，咱们马上就能看到鼎鼎大名的漓江了。这个很多文学作品中也都提到过。漓江岸边，十万青山，说的就是这儿啊！非但如此，我们还能看见20元人民币背后的那个图案，也在这里啊！来，给大家呢啊买的都是一等份啊，咱们可以坐在船头看看风景，好吧？辛苦，还得是朱总呀！谢谢。哎，是我的。破费破费啊！我晕船，有别的路可以走吗？你晕船啊？坐这种大的游轮也会吗？我从小就晕，我一上船我就要倒，吐得昏天暗地的，不分大小。这样，你坐车，咱们有小车都自己的，啊，以前很多晕船的人都选择走陆路，沿途风景也不错。那珊珊，我去坐车了。那我陪你一起去吧。没关系的，我自己可以。我陪你吧。你一个人坐车坐那么久，也没人陪了。那
那是不是耽误你做船？我没事，我怎么样都行。行，就这样吧，让周正陪你，一路上还得有个人说说话。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，你去坐船吧，我自己真的可以。这样，我陪你去，好吧？我总走这儿，你第一次来，你陪我，你陪我。啊？咱俩多久没见面了？你不陪我说说话，你给我坐船。你票给我退了吧。啊，来来来。君妹，你是大家长，你负责代替大家照顾一下人家小姑娘啊。走，走走走走走走。陪我们，走。放心吧，我们走。对不起啊，真的麻烦大家了。那轩轩，我们杨硕见。放心吧，娟美最会照顾人了，你同学交给她没问题的。咱们走。这是大又长，慢点慢点，小心开车。同志们，哎，十万精神！欢迎他们，让他们齐齐周周他们。好吧。来，一起一起。哎呦，这风，这风太舒服了。来，快快快，来快，快上来，快上来，船要开了。天气也好。一会儿吧，一会儿吧，咱就进去吧，在这里头，走走走走走。哎呦，真美。哇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就咱订的包间，有空调，就挺好的这。咱这包间在这里头，咱这二楼今天没人，一会儿想坐哪儿坐哪儿啊。还挺凉快的。坐。哎呀，我你还这话说的，这你我也对对对，这地儿可以啊。哎呀哎呀，视野特别好，就是不一样。哎呀，小陈哥可以点点茶喝啊。别闲着，别闲着，打牌了，打牌了！来来来，方小松啊，打牌吗？可以啊，来来来，哎，申申，你们打吧。不打了。哎，吃零食了，我去买点。完全不给我。我陪你去，走走走。哎呦，哎呦，坐着呢，你快玩儿。每次都玩牌，你有没有点新花样？这不费脑子。我先抓了啊，来，哎，那我继续。要不咱们出去吧？好呀。啊，我牌不错啊，你们小心点啊。抓牌。你大话别放前面。抓牌。还不错哟。